今个月嘅新产品咧就会有 Palm 嘅虫草菌丝体丸，一粒咧就等于13条虫草，咁所以咧一日咧只需要食一粒嘅啫。跟住就到呢支啊，大支嘢啊，系 Synergy 嘅 Hand and Surface Sanitizer 嘅 Refill， 仲有 Kiki Health 嘅椰子壳碳粉丸，一个好特别嘅产品。今个月嘅新产品咧就会有 Palm 嘅虫草菌丝体丸，咁佢里面用嘅菌丝体咧，其实同雪花定嗰个都系一样嘅，即系话佢同野生虫草嘅 DNA 系一样啦，佢一样咧有一个40年嘅经验咧，匠人发酵啦，佢嘅虫草多糖、虫草酸、虫草蛋白同埋虫草腺苷咧，都系比野生咧更加高啦，因为发酵完之后即系等于提炼过啦、精炼过啦，咁佢咧一粒咧就等于13条虫草，咁所以咧一日咧只需要食一粒嘅啫，咁同雪花定最大分别咧就系佢嘅菌丝体含量会多啲啦，即系适合一啲可能已经有症状啊、有咳啊、有鼻敏感啊，咁需要食多啲虫草嘅人啦。系 Synergy 嘅 Hand and Surface Sanitizer 嘅 Refill， 咁系1000ml 啦，即系一公升装啦。咁佢里边咧就会有 70% 嘅植物酒精，仲有 Kiki Health 嘅椰子壳碳粉丸，一个好特别嘅产品。咁啊，人点解要无啦啦食碳粉呢？原来碳粉都有好多功效嘅，亦都系医学嚟讲咧，佢系可以吸毒啊，唔系吸毒，其实即系排毒。仲有 Laundress 嘅 Signature Detergent， 咁就因为咧个 Baby Detergent 咧全球缺货，所以我哋就入咗呢只好类似嘅产品啦。咁佢其实都系用唔同嘅酵素啦嚟分解污渍啦。仲有 Kiki Health 咧，我砌咗 set 俾大家，就系呢一个芦荟嘅 Os 丸啦，同埋佢嘅益生菌啦。Synergy 嘅全天然防蓝光矿物粉饼咧，都系我近期嘅挚爱啦。咁佢里面有35% 嘅 Zinc Oxide、Titanium Dioxide 同埋 Iron Oxide 啦，可以防 UVA、UVB、红外线同埋蓝光嘅。Enika 呢只 eye cream 咧，上个月出好多人买，因为好好用啊。其实你试完咧就会发觉咧，佢真系好滑净咯。今个月咧买任何 Enika 嘅产品，唔系就系 skin care， 即系化妆品都计埋在内，一件啫已经会送呢两包嘅 sachet， 就系佢嘅 day cream 同埋 night cream。Me明白。